这是免费的吗？네이거서비스입니다서비스무료입니다还在傻傻搞不清楚外来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吗？真今天让我们来带你了解韩国人口中的外来语应该怎么使用吧。안녕하세요저는세종한국어문어박지영강사입니다한국어강사이외에한국어녹음을전문적으로하고있습니다여러광고와영상한국어교재등등한번쯤은제목소리를들어보셨을것같은데요한국어지도경력10년대만학습자들이외래어부분을어려워한다는것을느끼게됐답니다정확한표준어어휘와발음에자신없어보이는모습그모습을보고바로이수업을준비했습니다한국사연처럼자연스럽게한국어외래어말하기수업여러분저와함께책에서는배울수없는다량의외래어는물론생생한한국문화를이해하며함께공부해보시지않으실래요여러분따라오세요你知道外来语占据韩文的比例高达15%，解读年升高吗？你知道韩国的公务员考试必考的项目是外来语吗？其实韩国人说话总是会掺杂着一两句的外来语，如果想要增进生活上的听力，就一定要了解韩国外来语。连韩国人都搞不清楚的外来语，你竟然可以说得比韩国人还标准？这堂课特别从韩国公立 Google 网、国立国语院宣入官方认可的标准用语，把生活中最实用、最常用的外来语通通教给你哦。在和韩国人对话时，再也不像韩文课本一样顺利哦。前面两个单元说明外来语的基本概念及背景，接着我们在韩国旅游或生活会遇到的发达情境，带你从文化背景、单字、绘画、发音练习到进阶练习，继续轻松学会韩语中的外来语，完全不需要硬背。一般参考老师没有办法告诉你的详细文化背景，这边全部无私奉献给你，让你在韩国旅游或生活的时候也能自然说出一口道地外来语哦。如果你还在害怕无趣的线上课程让你好想睡，不要担心，我将带给你全新的课程感受，让你轻松记住外来语，学习不负担，像韩国人一样说出道地韩国外来语，共45个单元，9.5小时，全台唯一韩国外来语课程，纯韩文授课，并包含中文字幕，原价3280，开幕2周内可享79折，优惠价只要2591元哦。